今儿多，我知道大伙儿的心愿啊，来听相声来的，哎，喜欢相声是不是啊？对，尤其是爱看这位老师，我呀，我跟你们大伙儿一样，是吗？我也是啊，特别喜欢他，哎呦，特别特别的喜欢他。谢谢您，谢谢。打心里来说，在我的心中，这位老师的分量很重，真的。日后我要是有了儿子，嗯，我一定让他叫您这名字。我喜欢你们这演员呐，您是喜欢您儿子，不是喜欢你们这演员。我既喜欢我儿子，我也喜欢你。没听错，您儿子叫我这名不像话，就说这意思。我喜欢相声，啊，喜欢相声是多好的艺术形式啊！抨击丑恶，哎，藿香正气，哎。对，这月份正听相声，这个行子我坐下了，我这什么词儿？他们这行子，你喜欢相声就完了。我认识你，我很高兴，是吗？我真的很高兴。可能您对我也不是很熟悉，您怎么称呼？我姓甘，哪个甘呢？上甘岭的甘。姓甘，怎么称呼呢？嗨，也没个大名儿。哦，家里哥们兄弟多，我最小。哦，都管我叫老。啊，哎，您贵姓啊？免贵，姓于。哦，您台谱？单字一个谦，这么说是于谦甘老。别乐了，咱们可不是外人。对。亲了吗？都太好了，有叫这名字的吗？我见着你，我痛快呀！我您是哪儿的呀？高兴，我真高兴！我跟您说，您是谁？怎么回事？我找你来了，我为找你，我费了劲了，我怎么？我可是北京城溜溜转了有两三天，我都转了，啊，都转了，什么这个团河啊，什么秦城监狱啊，行监狱啊，我都去了。您上那儿是找不着我啊？没有，他们说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嘛。这后来说 啊，说跟这儿呢，哎，马不停蹄到这儿来了，瞧见你我痛快呀，跟我走吧，啊，上我们那儿去吧，上您那儿，跟我走，干嘛去啊？你瞧，我不知您演员有没有忌讳啊？您说没关系，没事没事，我外行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说错了您可别怪我，您尽管说尽管，我不懂啊，是演员是不是只能在一个地儿演，别人不能去？没有这规矩，可以出去是吗？我们经常出去，你救了我了。你救我！您怎么回事？我原来以为就跟这一个台这演，我没办法。不，你要是能出台，太好了！救了我了！啊，太好了！不能出台啊！不能出台！你们刚还说能出吗？能出去演出去。对呀、啊，出去离开这个台吗？出去上别的台？就不叫出台，就叫演出，是不是吧？旅演、旅行演出。您帮个忙，什么事？我求您。怎么回事？您一定得去啊！您一定得去啊！上您那儿演出吗？到我们那儿演出去啊！哦，我求您了，求您了！您别客气，别客气。这个我先做个自我介绍。您说一说。自我介绍啊，我也很少在咱们大陆这边待着。哦，您不是咱们大陆人？对对对对，我一直在这个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一带工作。哦，那华侨啊，啊跟着我们老总一起啊，啊小职员。您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小职员。啊、老爷子呢？这个年轻的时候是北京长大，哦、老根在哎，就住南城，是吗？就这门口，14岁那年呢，跟他父亲呢，就到南洋去谋生，哦，做生意出去啊。今年整整85岁，高寿啊，85，哦，生意做得很好，是是是，8000多亩的橡胶林，哎呦，船队24个船队，哎，10几家的银行，挣钱了，生意做得很大。大生意，跨国的公司哦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嗯，水流千遭归大海啊，嗯，叶落要归根，得回来，一直念叨，嗯，我得回去看看去，我得回北京，想了，我上家里转转去，我要吃北京的小吃，哎呦，我要听相声，我听大鼓，我喝豆汁儿，你瞧瞧，吃烤鸭，嗯，说的人心都不好受啊，是，正好今天有时间啊，弄老爷子就到北京来了，哦，回来了，都赚了，哦，都赚了，好好好，49成都赚了，嗯，那天这不吃烤鸭去吗？哦，得意这口，喜欢吃，呵，就好吃烤鸭，好啊，我给他卷一卷一卷的吃，伺候着。我过来说岁数是大的，哦，人老以筋骨为能，嗯，不像咱们能多吃，对对对，那个岁数吃不了多少，饭量小了，吃了4000卷之后啊，我
他觉着薛微的有点不舒服，那撑着了那是，这不就弄回去了吗？啊，弄回去抢救，很遗憾啊，就没救过来。哦，85岁给撑死了，死了，不能提这个，这个，别难过，别难过。打小也是跟老爷子一块长起来的，啊，对我是真好啊，喜欢您，没想到死在这儿。哦。赶紧吧，怎么回事？嗯，给四位姑奶奶打电话，哦，来料理这后事儿，我张罗着办白事了，发送老爷子，这应该，老爷子也说了，啊，死了之后在北京火化，火骨灰呢就撒在北京大地上，哎呀，撒在哪儿都行，嗯，要求魂归故里，好，哎，好好办这事儿，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儿，确实，这心里别难过，是滋，不能提这事儿，今日也是哭的眼泪都哭干了，啊。这找四位姑奶奶赶紧办，姑奶奶啊，赶紧办这白事，老爷子留这么些财产，留这么些钱，是吧？哟啊，嘿啊，这好啊啊！四位姑奶奶找过来啊，哎，把这白事一办、啊，老爷子钱一分，四位姑奶奶也挣钱了。不是，李先生，这您没闹清楚，这四位姑奶奶每位都比老爷子还趁钱啊，很有钱，说分这笔钱不落着。那天跟我说了，无论如何把这钱全花了，都花了他发送老爷子解心疼。哎呦，那多少钱呢？这是花钱如流水一样哦，知道吗？你就算吧，那些日子抢救老爷子，啊啊，花了2亿美金，就抢救啊！但中医、西医、偏方，北京各大医院都看到了，全用上，光买揣子花了8000万。等会儿吧，等会儿，不行，不行，这金边怎么了？这不行，行行，买揣子干什么呀？他吃那卷儿太多了。揣子往外揣，知道吗？拿老爷子当马桶了，这个电动纯金小揣子，知道吗？受不了，花钱无数啊！你甭说这个，哎，我们最近家里就是这些日子帮忙招了好些个临时帮忙的工人啊，有一个李妈啊，李妈，李妈去3天啊，实际就是端那个水，擦擦地，去3天，多少钱啊？给了7000美金。干3天就给7000美金、啊、你问李妈去、啊、李妈是谁呀、啊、哎，你们说相声的李菁他妈，李菁他妈去了啊，嘿，我说这2天李菁花钱大手大脚了呢，你看看，嘿，这徐妈拿的更多呀，这徐妈给14000，徐妈是徐德亮他妈，这对，您说对了啊，对吗？没错没错，这跑不了。今儿早上请我吃的早点，你看看，哎，你看看，从来没醒过这事儿。你这要不说呢？好，就这么花这钱，花不干净。是啊，急得跟什么似的啊！天天的，我在家里还得劝这四位奶奶。哎呀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啊，这四位奶奶 啊，要说不在一块儿，想，那是姐姐啊，你过来吧，妹子，你来，咱们聊天吧，亲姐们。想，啊、要真坐在一块儿啊，啊，3句话就打起来了。还不和，都是急脾气。哎呀，3句话5句话，这就呛不起来了。啊啊！走，谁接见谁？这样走3天又响，唯独有一个办法让他们坐在一块儿不着急。什么方法？听相声。哦，都喜欢我们这相声，邪了门了。哦，别的不好啊，啊，就说相声。嘿，啊、往这儿一坐，找几个说相声来，往这儿一站，嗯、啊，还没说话呢，看着就乐。哦，这人太可乐了，这个这人怎么长成这样的啊？啊，给拿1万块钱，拿1万块钱。没说呢，就拿1万块，1万块钱。谁说相声不景气来了？要不说呢？挣钱，您说这相声来1万2，来1万2，你看他听不了一段反正话，花个1亿美金跟玩似的，嚯啊，他就好听相声，这不就给钱呢吗？这也不是谁串闲话啊，说北京有一说相声特别好的叫于谦，哦，提我了，要了亲命了啊！四位奶奶不睡觉了，跟我急了，怎么回事？找于谦去。
找找我，这么些个钱搁这都烂着。嗯，找于谦。哦，北京说相声我们都听过了。嗯，就没听过于谦。嚯，把于谦弄来啊！我们弄于谦，知道吗？啊，花钱吧，是不是？这四位奶奶是这么说的吗？就是说的，就是说的，钱都搁我堆着，就等你。你一进门，你发财了。那我去这能挣钱。咱说两句话啊。啊，我可是拉吧你。谢谢您。哎，谢谢您。到哪儿你不能忘了我。这多新鲜，行不行？这事儿有功夫没功夫啊？有功夫吗？行，你准去啊。我们能出去。不，咱说好了。可以可以，你可别冤了我。我说好到那儿去，奶奶们等着，你不去不能够。我算是完了啊。我们这有义德。那行，要您了就得去。好，哎，罢了罢了，这事儿就定死了。定死了，您准去。没错。行，演什么都无所谓。是啊。行。哎，咱有的话得说到前边啊。啊，这个我们那儿办白事这次搞得挺大事，国内国外来了不少吊孝的人。啊啊，屋里院外一个个穿的都跟白人似的，你要这样去不尊敬老爷子。哟，那我怎么办？实话实说啊，您应个景儿，干嘛？无多有少，你得带点白呀。你哪怕说就扎一根带子呢，挂点孝。哎，人家哎，这是这意思啊。姑奶奶一瞧，嚯，这说相声于谦懂事啊，啊，给拿3亿，拿3亿。不是，挂根带子就拿3亿，就说这意思。你愿意不愿意吧？这玩意儿不是不愿意、啊。您说，不是我就是说，您看我这现在啊，父母双全，我岁儿也不大啊，我挂根孝，你 这好说不好听，您知道吗？这个孝这东西不能弄是吧？这挂白不好看，不好看不要紧的啊，咱们在钱上着过呀。还给什么钱？钱上着过呀？啊，不对，这扎不扎不扎扎不扎？要扎呢？你要扎的话。美金啊，你先拿1万，1万美金行不行？行，补偿您了是不是？行，是不是？这扎扎点没关系，袋子要扎了呀啊！这袍子你也穿上点吧，小袍子啊，这显着那么干净。我光显干净不成啊？怎么呢？我们这后台同行同业一说于谦，这就父母双全给人穿孝去了。你别让我问住了，别让我问住了。您说啊，京剧红泥关啊，上场出一小花脸啊，从头上到脚下都穿得跟白人似的，人这怎么人不活着了？您说那我知道啊，人那戏啊，逢场作戏。嗯，再者说了，人后台穿一身孝还给彩钱呢。嗨，穿不穿吧？要穿呢，拿两条走。黄瓜，两条，一瞧就没见过什么。金子，哎，你看我这表情，金子。您咬牙也没用，金子给两条，金子，3两一条，半斤一条，这么沉，要不要？也穿就拿走，不穿拉倒。那就是穿啊。穿行吗？这哎，对，活不就得了吗？笑痛快啊，痛快！哎，就是你干这行的，那脑子得快，逢场作戏玩啊，想不开了，图的省钱呢，就是是不是？没错，袍子要是穿了啊，这帽子你也戴上点儿。我还再戴一白帽子，你万一跟那院里忙活忙活，拿风一搜脑袋，脑子疼怎么弄？不是，咱可说好了啊，刚才那两条可是衣裳钱。哦，戴不戴吧？戴，再加2条，这就4条，前后4条，行了，来个帽子，来这没关系，戴4个绒球，戴。我先算算吧，挑大号的，1个绒球是孙子，2绒球是低了嘴，3绒球耷了嘴，4个，我成孙墨子了吧？啊，我没辈儿了，我这个戴这显得肉头，你知道吗？肉头管什么呀？这多愣得慌！我逮谁得叫谁好听的了？那个前后4条你拿着了，给钱是吧？我行，你管那个？定好了啊，4条，说好了，行，四条这，哎，帽子要戴了啊，这鞋呀、啊，你绷上点白布吧。鞋也绷上，显得亲近呢。啊，好不好？绷上白的，要不然头齐脚不齐呀、啊。哎呦呵，甭废话啊，再加2条，加2条，2条，2条半，这前后啊，2条半，行不行？玩吧，这好好，您有钱那就没问题，行吗？可以，再绷个红后跟。我，您这越来越齐，我还近人呢，是吧？亲近人呢，亲近人呢？什么亲近人？这多大？前后6条，7条，半条。
超干嘛？行行行，听您的，卷起来，提成，提成，干不干？干，定死了。行了，好了，实话实说啊，好，半斤一条，七条黄金。好，你这你这一辈子你高悟了呀？行行行，还说什么相声？哎，不是，干吧。行，那个甘先生啊，这回啊，嗯，等于您照顾我，干嘛？等这个我办完这堂事啊，这个钱分下来以后，我可不能白了您啊，咱俩二八开账。我不能让您白了，这事儿吹了，哎，拉倒，帽子别戴了，袍子别穿了，带子别系了，鞋也别崩了，哎，拉倒这事啊！不，咱们单说，不是我上，还要找别人去？哎，别，您怎么着？怎么回事？我这可是孝顺，你回我呀？怎么了？这么大的家业，我干这么些年了，我手指的缝拿了这点也比你这多呀。四姑奶奶瞧，这小子没心呢，啊，这个钱他都要啊！你回我了，饭碗子砸了，差事就下了，那就完了，那就。你就挣你的，你甭管我，得嘞，以后当头子走不就完了吗？好好好，是不是？行行行，哎呦，我帮忙，我找你呢，您够交情，对吗？于先生帮忙，有什么事啊？啊，您可就说，那当然了。哎，那个，抱点什么东西，搬点什么东西，这我都成，有的是伙计，有的是伙计，你甭掺和这，红二白二我也行啊。哎呀，切个什么东西？包葱的一千多人了啊。哪儿吃那么些葱啊？这东西，这个呀，用您干这活，后头打下手，打下手有的是人，有的是人。那我不落人呢？您说，哎呀，你这人事也太多，实诚人，哪这些穷事？嗯，你这样吧，啊，出殡那天啊，有点小玩意儿，你跟着拿着就完了。哎，这可不成，嗯，太值钱了可不成，人家都好东西啊，但翡翠白菜我给人摔了，赔不起。没不是那，啊，不用放那，哦，就小玩意儿。你就跟着拿着就完了呗。什么玩意儿？这小玩意儿，那个小孩玩的花楞棒，拨楞鼓，哎，花楞棒，嗯嗯嗯，这么大个那个，给他把尺寸弄大点，长了，放大，嗯嗯，做的花枝招展，嗯，头上还弯一钩来，嗯，两边有飘带，是写着四个大字儿，西方接引，对，还对呢，哎，怎么了？让我打翻去了是吧？这多好，这个，这好什么呀？好，好啊，这个不去了啊？怎么不去了？干嘛？哦，找当儿子去了？不是，你这就是啊，是啊，是什么呀？是发财呀？发什么财呀？后台那么些人呢，你怎么不找我呀？我找了，咱不像，哎，我像啊？你像也不去，长得天生像干这个？没听说过，啊，我这父母双全，我多丧气！不是你，我给人当儿子去，说好带，这不成啊！我绝对不去，前后七那可不是同行同业，到时候笑话我，我七根金条，那么见过邻居，我见面我都抬不起头来。咱们说好了，说好了也不成，这事我不干。我老爷子八千多亩现庄林了啊！等等，我打发老伴家产一半，知道吗？他是他的，这二十多艘轮船呢，不在乎这个。十几家这银行都是你的，我都见过。这买卖家可就归你了，这不全给我？发了财了，我不管这事。老爷子跟前还四个女秘书呢，我还行。老爷子都85了，女秘书也得70多。那四个可都是亚洲小姐，这一个个跟天仙似的，长得漂亮啊。姑奶奶们说，谁打花这四个秘书归他。完事之后搬到南阳一住，买卖是你的，五人过日子，享不尽荣华富贵，你不干拉倒，有的是人要干了。拿着事儿去。但是您别生气，别说的好好的，知道吗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这还刚才一不累拉倒，我乐意，用钱的人多了，没关系。干干干，哎，啊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刚才脑子一懵住了 啊！这事儿行啊，行，你这个你别来这套，不，说相声我见多了，真事儿啊啊，我真成，说去就去，大伙瞧这模样，一会儿嬉皮笑脸，一会儿呲牙咧嘴，到那儿去一弄这事儿不灵了，我真成啊，成什么成啊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啊，真把你找去了，你打花抱罐跟这一哭，啊，街坊你说不对啊，怎么了？老爷子一辈子没儿子，这哪来的？这怎么说？哟。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我要不这样，啊，就说老头年轻时逛过妓院，留下野种。我是野孩子，不累拉倒。哎，对，啊，你和这事儿修脚巴巴的，啊，过到行似的。来来来，您这这，你答应不答应吧？就这么说，行吗？就这么说，我还得嘱咐你啊。没事，您说，你不能回我啊！你要到那儿去见着姑奶奶，你得跟真的一样。哎，这您放心，你该哭就哭。咱们演戏，逢场作戏，说哭就哭，说乐就乐。你会到那儿，你磨磨丢丢的，这
要我亲命了，不能够啊！说来就来，当时就哭，真假的？演戏嘛，我没跟啊，对你的，我干多少年了，你们真假的？趴着住了啊！趴着住，这不怕什么的呀？我这吃饭家伙记在你身上了，没关系，你不能坑我，你知道吗？当时眼泪就下来，真的假的？一点问题没有，是吗？但是没错，你别半截乐出来啊！我干嘛呢？我啊，行啊，这饭碗子呀，这哎呀，你明白这就行，咱当买卖干，罢了罢了，好不好？罢了罢了罢了，那这样说咱行是吧？行行，没问题。不过还有一样啊啊，终归就是你说的啊，你跟这儿你哎，你试一把，我瞧就行了。是啊，这是万贯家财的事儿啊，是不是？这真砸了，我担不起，我真担不起。不是啊，这怎么是的？就好比说，这就是灵堂了，嗯，你弄好，你哭两声，一瞧，哎，有点意思，到那儿去，咱就齐了。哦，这就是灵堂了。这好比说，这就灵堂，啊，是吧？这都好了，这都弄得了啊。啊，你爸爸就跟这里躺着呢，啊、是吧？啊。你爸爸在这里了，我爸爸在这里呢。对对对对，我爸爸是蛐蛐啊！别瞎动，怎么跟这里躺着？这老爷子挺好了，别动啊，别动，这就是这儿，行不行？真的不是，你要不乐拉倒，不是不乐意啊啊！这我行是行，行吗？我跟您说，咱就去直接去就完了。你说的容易，我跟这是没气氛，这东西啊，我就说那就当时就哭就啊，有办法啊，真有办法。你瞧，我跟这老爷子这么些年，我什么没见过啊？我想的能不周到吗？您怎么是怎么想？我给你化好妆。化妆，你穿好了半得了，你自己找着这感觉。你演这么些年戏，哎，没人这么合适你的活儿。真的，我都替你美得慌。那我试试，我抽着乐去吧。哎呀，这，你说这事儿弄的。都带着呢，是怎么？就给您预备好了，这是我上你们团呢，嗯，要的你那服装尺寸啊，特意给你做的。这位真下了功夫了，来，于老师慢一点啊，您慢点，来啊，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，啊，你天热，应该给您做一个凉快点的。您没事，就将就将就。来，行啊，行，嗯，可不是行吗？按照我那尺寸做的吗？是。哎，别说啊，啊，这一般人穿这个他没有这个气氛，您穿这马上看着就像着呢。谁穿着这看着都像啊？来，上面有一个小帽帽啊，戴上那个，啊，活泼，就这个，太好了，行啊，太好了。来，这个咱们简简单单的呀，啊，给你做点小道具啊。这什么？哦，好比就是那幡儿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别挑眼啊，别挑眼啊。没关系，这咱就说好了。先来这个，咱们就是演戏，你知道吗？是，逢场作戏。大肩膀，先干这个啊！这一看有师傅有徒弟，你知道吗？挂还船上了。有，这好啊，这好弄好了，省得漏风筝啊。啊。不是，这我光一人这啊，这还是气氛哭吧？不是，您咱就说，我这看着您看没问题了吧？咱到那就去，到时候家里人围上以后，这就倒那气，我当时就哭出来，没有问题。这光我一人干低了，这情绪不好弄，您知道吗？一人没有这气氛啊，就是您，我给你找几个帮忙的，这还要帮忙呢？找几个帮忙的行吗？大伙儿配合你行吗？哎，那就行了，行吗？有气氛了，帮忙的。你瞧瞧，为了你，大伙容易吗？你瞧啊，是，美国死人都有，你看吗？各式各样的，这太平天国的，这是你看见吗？行不行？是，热闹极了，这就是现场，这就跟真的一样。那咱们俩伙都是闹忙的啊，连吊孝的都有，有吊孝的吗？还吊孝的？你兄弟，你们俩哥俩呀、啊？这哭错了，回来再练练。不错，这人没问题了吧，于老师？行，那咱们看，咱们我搀着你，我搀着你，来，大伙儿掌声鼓励一下。
二都是你的。这银行，哎呀，你还哭不哭？来。怎么回事？老爷子还没死呢，没死。新加坡来的，哎，还来一遍。我爱来这个，我不爱来这个。一般人演不了这么好哈。于老师为了演这个节目，每天在家里练啊。我怕把街坊吓着。啊，还行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今天这个图个热闹，哎，这叫打俯首拳。是是啊，早先呢，老先生们也演这个啊，那个比这还热闹，还得上什么童男童女啊，好几十人，人儿马呀，对，人也多。这个呢，咱们过些日子呢，重新整理，重新再编排啊，给大伙儿再演。我们一定让于谦老师演这小子啊，我跑不了了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一般人来这个呢也不像，是不是？还是我像。于老师来这比别人都像，没听说过。这个相声就是这样啊，上这来图一什么呀？嗯，图一高兴，乐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我们哥俩有时候呢在台下也聊天说啊，说相声的心态要好，对，一定要心态好。说相声这人肩懒缠滑坏哦，台上跑不了。是，那可不是，人性跟能力是一样的。哎，你瞧这人台上什么样，台下就什么样。哦，台上啊狗里狗气，叽叽嗦嗦，台下也热人。哦，都带出来。所以台上撇着大嘴，台下也撇着大嘴，嘿，一模一样。哦，你这个一看就厚道人。实话实说，于谦是厚道，实在，从小的时候就是很厚道啊。那阵儿来说，家里都不像现在是这么有钱。那时候比较穷，很小的时候就很顾家啊，特别顾家。这是不是单纯的捧的呀？啊，真事儿。小的时候就顾家。哦，我说一事儿啊，小的时候上学，嗯，他就很讲究卫生，结果那脑袋上就长虱子了。这是讲究卫生吗？那阵儿条件，也就是你们家有这条件，一年还能洗回澡是吧？有条件一年洗回澡，平时不行，脏啊，长虱子了，长虱子怎么办呢？啊，于谦有办法哦，上班上跟同学们挨个的玩那顶球，就是这么个厚道人啊，一下午挨个顶，哎，这一下午全班30多个人啊，全传上了。可不是吗？他很顾家，这还顾什么家呀？他爸爸是剃头的，好嘛，揽买卖去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这在我心中这是了不起的，嗨，很了不起啊！没什么，没什么，生意方面那也是比别人都精，上学的时候也聪明，是吗？啊，后来进曲艺团学员班，老师最喜欢哦，一帮孩子都站好了，老师这一说啊，于谦。给他们大伙儿站队，让他们报数。哦，小队长，这当个小官，一二三四，我报，他站头一个。嗯，老师也高兴，大伙儿都向于谦学习啊。下午咱们大伙儿啊，上前门小剧场，嗯，看演出去，我观摩，看看老先生怎么演出。对，凡是聪明的孩子都跟我走，于谦别动啊。嗯。我给提了出来了，就说他老师偏疼你啊，啊，偏疼你啊，因为你灵啊，因为你灵啊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他有的时候他也恨得我，恨得他恨得我，因为每个学期啊，曲团学员班大伙儿都做评审啊，谁多少分谁多少分，于老师每次都第一，那要学习好，从后往前数，哎，倒数第一啊，我是第一，也恨小孩长志气。山后练鞭，哎，对，我不能让你们把我比下去，长能耐，我得比你们强，这就对了，对吗？啊，我就得害你们，害什么？这什么心眼儿？这都是省吃俭用啊，存了几天早点钱，哦，买了一瓶硫酸回来，硫酸，硫酸，想出去都想绝了啊，藏铺底下，嗯，晚上睡觉都躺好了，大宿舍嘛，啊，孩子们都睡了，啊，他站起来，把这
溜翻瓶子拿出来，嗯，倒到那漱口人里边，举着这杯，你们算是完了。干嘛呀？李伟正，嗯，吴斌，那么同学，刘俊凯，嗯，张立平，啊，你们一个也好不着。干嘛？这喷在你们脸上，你们就算完了啊！没听说。下面，请您欣赏相声《河南戏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人来的不少啊，对，今天多啊，嗯，来了好些个人，是吧？啊，而且今天我觉着你那边声儿挺大，啊，您感觉还挺灵敏，我这边认声啊，啊，听得见吗？行吗，各位？听得见是吧？啊，行，听得见就行。嗯，我尽量大点声。好啊，那个常来的朋友们对我们很熟悉，对，也有头一天来的。哦，新来的，哎，学生叫郭德纲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于谦，说我，我们跟您一样啊，啊，都是因为喜欢相声，哦，才在这儿遇见的。哦，咱们走到一起了。对，嗯嗯，您爱听，啊，我们爱说，对，大伙儿能跟这儿碰见，都是爱好。您要不喜欢相声，您上这儿来不了。哦，那就碰不上了，是不是啊？对对，当然了啊，嗯。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，哦，有不好这个的，哦，有不喜欢相声的，比如说于谦，啊，就不喜欢相声，我，他拿这个当手艺，怎么叫手艺啊？剃头修脚说相声，这能搁在一块儿说吗？这个，在他心里就这么认为。啊，反正是演一场蒙一场呗。我这蒙事来了。他最爱干的事儿啊，啊，吃饭喝酒。谁不会吃饭喝酒啊？嗯，都喜欢。你的业余爱好就是吃饭喝酒。啊，哦，那么厉害，拿这当正事儿干，至于吗？你瞧，大伙儿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啊，啊，什么时候都这出，喝酒。那天带我出去喝酒去了。哦，我喝不多，三两就得。哦，于谦没少喝，我酒量大啊，白酒、啤酒、啊，黄酒、可乐兑在一块儿，兑一块儿，咕咚咕咚咕咚喝。哎呦，喝完还出去要酒去。啊，一会儿又出去添菜。喝好几醒，很热情啊！一会儿又进来了，请客吗？你瞧这个眼呢，啊，都拧了。呵，我坐着瞧着他，嗯，心说喝酒有什么好处？再瞧他，啊，没坐下，我把皮带解开了。我干嘛呀？哎，我什么毛病啊？这是吓我一跳啊！啊，不是怎么了？嗯，没理我。啊，哦。把裤子一脱，嗯，蹲在地上，嗯，开始方便，啊，包间里啊，吓我一跳啊，嗯，我赶紧敲那桌子，哎，嗯，他说话了，说什么？别敲了，我也没带纸，嗨，这是喝多了，这个，喝酒喝多了，嗯，有什么好处？应该把自己的时间，嗯，都搁在相声上，用的正地方，这是专业。对对对，说良心话啊，啊，您的条件比我强得多。哎呦，那不敢说，这你客气啊，客气客气，是吗？你瞧人家个儿比咱也高，啊，那倒是高点，气势比我也好，是吗？我不够一个做演员的材料。哟，您太客气了，真的啊啊！我把这个现在红的这些个明星相片找了一瞧，嗯，个顶个比我精神。都谁呀，啊？你瞧陆毅，啊，印小天，啊啊，什么胡军、胡东，拿了一瞧，嗯，我比他们差多了，我都不想活着了。不至于吧？我死的心都有。呵，干嘛呀你？真是不想活着了。哦哦，一回头瞧见他，啊，这样还活着，我死什么呀？我招你惹你了我？
咱说实话啊，实话实说，这什么实话实说呀、啊？实话实说，其实我们两人来说啊，都是从小学相声，打小学的。不过我最早不是说学这行的，什么叫行子呀？我小时候我不好这个。哦，您喜欢什么？我很崇拜那个交响乐呀、啊。嚯，人家那唱那个的，唱哪个的？穿一燕尾服啊，打一领结。哦，指挥啊，嚯，唱那个那个歌，我好这个。哦，美声唱法，看着很有素，高雅艺术，很有素，看着啊。什么叫很有素啊？有素质啊，有素。什么？您说全了，把这这玩意儿带出来。哎，我小时候七岁啊，音乐学院招生我就去了，门口排好些人。哦、是我有根呢，我知道我准能考上。为什么？我净跟家练了。哦，有准备。街坊有一会弹钢琴的，嗯，见天跟他我。咪咪咪，妈，你见天练这个啊？这一去就考上了啊！好，等着吧。嗯，排了两队人，你说多少人？多少人啊？报考的人多，那队人少。哦，那队人少啊。嗯，我上这边吧，跟这也行，站这边。哎，等着，等着，等着叫号啊！等着吧，自己练啊。咪咪咪，妈妈妈，哦，准备充分。一会儿到我了，嗯，一进门啊，教授跟那坐着了。哦，来了，嗯，来。练练发音怎么样吧？哦，我说行嘞。嗯，寻思我见天跟钢琴练。对，老师一回手啊，嗯，拿起乐器来，啊，挂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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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挂挂挂机挂机挂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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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门一看呢，啊，曲艺团招生，我说的呢，我说我进错门了，啊，我不上了，行吗？啊，曲艺团说了，不上赔钱，是吧？罚八千，嗯，好嘛，罚八千，你拿我们曲艺团当土匪了是吧？不上不行啊，啊，人家校长很高兴啊，哦，跟那老师们说啊，不错啊，嗯，今天咱们又招了一学生啊，哦，今天比昨天上升了50%啊，真的。没招不生，是吧？这咱们教他得了。嗯嗯，这么着把我留下来了。哦，不爱学这个，我嗓子好啊，有嗓子。我小的时候梅先生夸我，是啊，梅先生夸我，梅先生，你这个嗓子是忒好了。哎，你要是唱戏儿去，你准得露脸啊啊！我一听梅先生这么鼓励我，啊，我就跟梅先生合了作了。啊，您就唱了戏了，要了梅秀儿了。嗨、哎。梅先生嘛，梅铺那先生，我还以为梅兰芳先生呢。没小了这个，学了相声，相声也不容易，相声难，相声也不容易。对，别小瞧俩人在那嘚不嘚嘚不嘚，嗯，那是功夫，是那是功夫，有基础，对不对？啊，嘴得干净。对，什么叫报菜名？嗯，哪个叫菜单子啊？什么叫报菜名啊？都得会。就学这么一活吧，不能打奔儿，不能打奔儿。是练60多年了，您还打奔儿呢？你张嘴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。哎，怎么着？不能打奔儿。对，就这么几句再打奔儿。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。嗯，哎，烧子，啊，卤煮火烧。鱼香肉丝、鱼香鸡丝、炒辣子、炸辣子、辣丝、辣片、辣条。哎呀，这别说了，别说了，都得会。您把您爱吃的都说出来，这可不成。练功，这艺术家知道吗？好，别瞧不起我。没有，我已经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。我这好，不容易啊，什么都得会，都会四门功课：说、学、逗、唱。这是哪门弄好都不容易。那当然，哪门弄好都不容易，尤其是这学，学太不容易了。有学说话，哦，有学唱。哦，有学表演，说话用学吗？嗯，用学，说话也学。方言呢？哦哦，方言呢？地方话是不是？嗯，你搁在台上，你用语言来塑造不同的人物，对，这观众听着很舒服。哎，是不是？也有外府人啊，学表演，你像学四象，嗯，学个聋哑，哦，这不用上表演的吗？是是是，包括学唱，唱学唱。京剧啊，地方戏啊，古曲啊，民间小调啊，唱歌啊，都是我们的功课，都得学，都得跟人家学。嗯，除了京剧之外，地方戏在中国来说
应该大书特书，地方曲种，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这地方戏多。对，咱们这地方戏好几百种呢。是是是，太多了。嗯，说不过来。哦，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戏曲，是吗？北京就有。哦，北京出什么曲种啊？北京曲剧。哦，曲剧，这你不外行啊。曲剧的前身是曲艺。对对，以前都是一块儿套用了很多单弦牌子曲的旋律。哦，那是北京特色，好听啊。好，过去什么魏喜奎先生，哎啊，老前辈们，佟大方，哎，都唱过曲剧。是是是，现如今曲剧也在不停的改革。嗯，现在咱们曲剧更好听了。哦，它有抑制的功效，不是吗？怎么叫抑制？你听去吧，你怎么听你也不像曲剧，是吗？嗨，那我还听它干嘛呀？就灯谜剧种，现如今很好。猜着听，猜着听。过去来说，一张嘴就是什么牌子。是啊，你看杨乃武小白菜，嗯，李宝岩先生张嘴唱了几句，哎呀，好听，多好听！您学几句啊，李宝岩，哎，唱一唱几句。我有多大劲儿，使多大劲儿啊，这么卖力气，好好唱啊！哎，来吧，我很认真的唱啊。嗯，什么词儿来着？哎，嗨，您这认真不会词儿也不成啊。三寸鼻关紧握住，碎了命的。性命无，起家园别老母，我们一家数口骨肉分离，在半途是林，生死从头出一条，妙计来想出，上写着于谦是个坏人。哎，嗨，行了行了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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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对的吧？有写这个的吗？原词儿，原词儿，这原词儿，这是原老词儿都有这个没有，知道吗？北京曲剧，你听去吧。啊，京字京音，哎，唱得好，是不是？嗯嗯，北京地方戏。对，还有评剧，评戏，评剧什么？华北地区、东北地区，嗯嗯，主要的地方戏，大伙儿也都爱听。全国第二大剧种啊，嗯，好听。是，我认为评剧啊，嗯，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。哦，演员岁数不要大，因为什么呢？嗯，评剧主要反映才子佳人、爱情生活这方面故事比较多，风花雪月。哎，演员岁数太大了，化妆出来不好看，没有美感。你有一次我在天津看秦香莲，嗯，那个老演员将近70岁了，哇，老太太扮演秦香莲啊，这个脑袋啊，就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。嗨，别形容，化上妆一看，跟奥特曼，嚯，没法看。没法瞧啊。嗯，坐在我前面有天津观众，哦，说句话我乐坏了。怎么说？哎呀，好秦香莲了啊，还这秦香莲都够头了。嗯，我要是陈世美，我你妈也不要了。呵，那这么评论的呢？不好看。嗯，不好看。是是不是？对，就得年轻。嗯，另外你说旦角小生，岁数大了嗓子盯不上了。哦，没有嗓子了，不好听。我认识一朋友老演员，唱评戏的。嗯，岁数很大，60来岁，还唱什么王金龙啊，唱什么梁山伯啊。嚯，不行啊。嗯，唱几句不好听。是吗？听桥楼打一更，新发急躁，翻过来覆过去睡吧。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，我都不敢哭，我怕他说我学他。您这话太损了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么说话的，提倡年轻化。啊，评剧值得一提是他的小花脸有意思。哦，过去评剧最早三小戏，小生、小旦、小丑啊都好，丑角戏的分量很重了。嗯 嗯，不像别的剧种，别的剧种里边这丑是个配角，评戏里边就是以丑角为主的戏。哦，丑角戏。哎，我曾经认识东北有一位张先生，哦，当个小尊挺老师的大丑。哦，张先生是啊，上家学过戏。哼，他很喜欢我，您受过真传，特别喜欢我。哦，后来跟我说了，啊，你条件也不错，方方面面都好。嗯，大明儿戏你别来了，啊，你要再来呢，我就弄死你，知道吗？很喜欢我，这还喜欢您呢，这个都惦着弄死您了。老头啊，小心眼儿，怎么了？小心眼儿，我总打算跟他呀，把关系处得好一点，套门亲戚，搬吃了。套什么亲戚啊？我想当他姑爷。嗯，不乐意，惦着人闺女呢。他闺女特别喜欢我。是啊，就是那女婿反对，知道吗？别别别，您这。
者没第三者插足。我这个咱们可以给他撬破伞了再说说。您什么人呢？您这反正去那段时间学了不少戏哦、打狗劝夫的大生，哦，活捉孙父的孙父，呵，包括万花船的蔡炳，太好了，学了几出小花脸冷戏，哦，唱腔很有特点。这么着啊，您学过，您给我们来一段这小花脸的唱腔怎么样？学这个啊，行、平时轻易还不唱啊，没关系，词儿多怕记不住。唱一段《万花船》里边蔡炳的一段唱，好，挺好听啊！来一段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！又来了，我很认真啊，这样不需要这个啊，不需要这个，这要唱之前活动一下，肺活量要打开，知道吗？啊，嗯，眼保健操，嗯，好了，没毛病，来吧，嗯，穷烟饮美酒。我很尊敬他，您就当岳父这么崇拜了。尊敬他，河北省还有一个主要的地方剧种，河北梆子。哦，那好听。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，梆子也是名家辈出。对，有一位老生演员叫银达子，呵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对对对，本名叫王庆林，嗯，嗓子不好，但是会唱。有味儿，真假嗓相结合唱多好听啊。那个银达子，银达子有这么一段战北原，唱起来有意思。哎，您给学一段这个啊，一唱起来这个味儿。好好好，嗯，对对。是吗？
出了一位名角，叫申凤梅。哎，好演员，是外号叫河南诸葛亮，好角，诸葛的戏唱得最好。嗯，曾经拜马连良先生为师，哟，和马先生唯一的一个地方戏的徒弟，哦，就是他。不光老生好，嗯，旦角也能唱，哦，小生也能唱，全锅，哎，撑得起是一位艺术大师。好，我听过他唱的《明镜记》，还有这个《杀四门》，这是两出王闹戏，嗯，唱得好，真的好，好戏，好听，尤其《杀四门》，它里边好多叠的句儿，嗯，啊，唱起来这么俏皮，这么着，嗯，再给这儿唱一唱这乐调，学学《杀四门》啊，哎，《杀四门》又来了。您就别那么活动了，好听着呢。有官人李东京千错千错万错悔不改，待问我们有光有光山河老一红，他设下空城，空城一座，我们君臣就入了色子，色子王落舍召唤，回朝去搬兵，搬兵来救我这搬来于外甥沙发沙发身不错，于红杀死门王我王爷见过，回到迎来得下过谢家谢家封了魔，王好比韩刘北黄河黄河罗座，王好比关二公困在了困在了土坡，王好比唐李元林通林通杀过，王好比小唐通骂他骂他你何传姓在，将心里失去失去毛多，是哪个家国州来就来就忘我火，是方才御林军王是往上兵过，城外边来了个二把二把的叫我杀死门，战于红把我王爷见过，天台脚叫国王踩他踩他不住，御林军把威望再上了城多，河南语调，嗯，唱得好听啊，好听。不过河南戏存在一个问题，有问题？过去来说，好多的连台本戏，哦，大戏，这个比较粗糙，是吗？嗯，有的戏是有剧本，哦，那这种连台本戏没剧本，哟，那怎么唱啊？就是提纲。哦，后台大伙儿瞧瞧，啊，哦，这个今儿演什么什么，行了，嗯嗯，我演包公啊，哦，你演秦香莲啊，嗯，你来那狗啊，行了，有狗吗？这里头啊，对。就说这意思啊，提纲戏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提纲戏啊，就跑大梁子是吧？跑梁子，啊，嗯，啊，嗯，台上净没准儿。嗯，有一次他们演这个《封神演义》，哦，《封神榜》啊，嗯，这戏能唱四万多回啊，那么长，看这戏得有过日子心，嗯，嚯，没完没了着演好几年得。是啊，其中反五官的时候，嗯，演黄飞虎的演员一上场啊，说了词儿一句都不认话，是吗？呵，这催着马出来，带着大兵啊，正催马来迎我看。嗯，眼前来在一座关，打苍贼苍。好，正然往前行走，来在潼关，不知什么所在，嗯，啊？都说出来了，还不知道呢？待我下马一观，嗯，翻身下马，嗯，但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：“待我撵来撵潼关。”不识数，嗨，哎，这是三个字吗？这个？不识数啊，啊！你唱到黄河镇更可乐。黄河镇后边，黄河镇，姜，嗯，子牙攻打纣王的时候，哦，赵公明摆下黄河镇，是当时有一位燃灯道人，嗯，来劝赵公明别打架，哦，有话好说，是俩人不听，呼，三说五说说枪了，嗯，分别上自己的坐骑要开打，打起来了。赵公明咱们知道，嗯，武财神呢，啊，对，骑着一只黑老虎，哦，这神话当神话啊，嗯嗯，燃灯道人骑着梅花鹿。哦，一个鹿一个虎，哎，赵公明先唱，嗯，应该是这样原词儿。赵公明把黑虎夸，好，赵公明把黑虎夸，这么句词儿，哎，燃灯再唱，嗯，燃灯道人我赏梅花，赏梅花，这么两句，嗯嗯，没想到赵公明唱错了，怎么？赵公明我赏梅花，哎，他赏梅花了，燃灯一琢磨，嗯，你赏了梅花，我去赏，嘿好。骑了，嗯，我的老虎你骑吗？我骑老虎我害怕，还唱什么呀？这还商量呢，别唱了就，嗯，所以说这种戏生命力不会强的。对了，艺术性太是不是啊？嗯，在河南地
提地方戏，首屈一指得说是豫剧。哎，那比较普及。哎，而且出了好多剧种啊。对对对，好多的好的剧目。对，好多名家，嗯，都是河南豫剧出的名家辈出啊。包括这个新戏也有很多新戏，朝阳沟什么的。哎，对对，家喻户晓，都知道都知道。嗯，我个人比较喜欢河南豫剧的大花脸。哦，花脸，嗯，唱的有意思，是吗？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。哦，尤其唱包公，嗯，跟京剧的都不一样啊，单音味。哎，这个包公唱的很生活化，是吗？啊，而且他这个有这个知识性。怎么知识性？你看咱们平常人说属性啊，都知道吧？都知道啊。十二属性，丑牛寅虎卯兔，对，都有啊。啊，在河南戏里边，包公的属性不在这十二个之内。哟，那他属什么呀？属骆驼。哎，有属骆驼的吗？有一出戏里有啊。啊，下陈州见国泰的时候，哦，包公一出场唱了几句，怎么唱的？就说他属骆驼的，原词是的。呵，好听，您给学学。马超骆驼拍拍起腿。金瓜月夫要光辉，来时来为才是人们，这一回不同那一回，结果他我是一个那罗富贵。这个味儿，建国泰是一个骆驼贵，听的词儿，包公是属骆驼的。这个包公你听着就跟下地干活刚回来似的，好嘛，这么地方就这么痛快听着啊，很通俗，是是，好听，我喜欢听。当然了，好是好啊，不见得搁在什么地儿都合适，知道吗？既然好，就应该搁在什么地方都合适。那可未必，怎么呢？搁在别处未必就合适。哎，这好吗？你比如说哄孩子睡觉，唱河南豫剧，合适吗？对，也不乏试一试。那胡来了，怎么呢？那一般来说，哄孩子睡觉都是当妈的哄。对呀，抱着孩子睡觉，嗯啊。小谦儿，哎，那个不是，别说了，别儿子，不，哎，别叫啊，先别叫，你占我便宜，我占你便宜，占我便宜，我这吃半天亏了，我怎么着？怎么？你先别叫呢，不叫他，这孩子叫什么？叫小谦儿，小谦儿，小谦儿，您不如说就叫我啊，也行啊，什么也行啊，哄孩子别搅和，就先说这孩子吧，别闹啊，别闹啊，睡觉啊，嗯，你瞧，这都快八点了。啊，天黑了，妈一会儿得上歌厅上班去了啊！别提这职业了，行吗？睡觉啊，嗯嗯。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遮窗棂啊，蛐蛐儿叫铮铮，好比那个琴弦声啊，琴声儿轻。说棒啊！不知道里面哄孩子跟猪圈，没听说过啊，没这么说话的，一般都得这样，就这么哄孩子吗？按你说唱河南梆子可以啊，那边非乱了不可，没关系啊，试一试，那就得当爹的来了，哎，男同志了，小钱儿，还是我，睡觉。一会儿爹上客厅接你妈下班，没完了是怎么着？一家子嘛，他一家子，什么一家子呀？啊，孩子睡觉，睡觉非唱歌，都你娘把你管的啊！一天到晚唱着呢，在外头还唱不过，回家还唱啊？没，别那么多废话呀！不讲话了，别拿会唱摇篮曲儿去，这、啊、我就会唱豫剧啊！唱吧，嗯，听着啊，说什么三更半夜天。睡着了，累死了。